上次在那边讲话，我还没有好好跟他们讨论这部戏。你拍之前有跟他们先讲过说这个片子里可能会有一些什么，然后大概到什么程度？我是拍完才说。先讲这个。他们没有生气，他们蛮尊重我的，因为我跟我爸妈说我会保护他们的钱，先放心。你不要乱讲，真的啦！我爸爸妈妈人很好。我先跟他们说，因为他就是身边其实都会，或者说也会被问说，我会想要在哪里知道？不要告诉我，不要告诉入围那一天是哪一天。然后，那个晚上要睡不着。在别的地方意外的，其实潜水了就不会有这个。所以在1994年有没有一些东西，有一些元素是电影没有保留，但其实你们并没有接触到，然后到拍的当下都觉得蛮新奇的。高级啊！对啊，明明过去是完全陌生的东西，但其实在家里有翻到就是坏掉的那种。那时候我有问家里很多人，才知道那时候原来没手机的时候没有。那时候在拍之前有上一些课，那些历史的课，对对对，大概让他们了解一些那个年代的什么部分的历史。